现在还会有时间就是可能谈恋爱吗？有时间吗？嗯，应该有吧。吴建豪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呵斥点了自己的感情世界。自从他两年前跟新加坡棕榈油千金石镇善离婚后，迟迟不被月老大神眷顾。距离2021倒数三天，只好把时间留给更重要的女人妈妈。我很专业，孝顺让专业的来。他开车载老妈到金华酒店底下一楼的丽晶精品逛街。谁说只有女人的衣柜少一件衣服？这吴建豪的衣柜也需要随时 update。画面这两位很眼熟哦 ，Mondeo 同场，还有这对高颜值神仙眷侣猫嘉恩 and 造型师老婆罗文，就三五好友一起凑热闹。台妹混血的舒娜娜怎么也在场？孟多，快把你的旧爱拎走啦！又来，我会告你哦。紧接着，请继续收看《爸爸去哪儿》番外篇，欢迎一日帅气新晋老爸吴建豪。他可爱的萌娃心花朵朵开，高冷男的心一秒被融化，抓起来飞高高喽。好，印象中的他明明是这样啊！需要再找眼力更好的人来帮你吗？可以闭嘴吗？可以闭嘴吗？小编怕点 JPG。Maybe 是双手抱孩儿才知父母时，吴建豪中途离场，开启孝子模式，全心全意陪伴老妈子，光看背影都觉得好闪呐、儿子果然没有白养。老妈沿路勾着吴建豪的手，两人漫步在林森北路，有点浪漫，是要去看流星雨吗？我就会给你100%我最好。他陪妈妈走到七条通的居酒屋，只为了安全的把妈妈送去跟朋友会合，然后他才又一个人回到金华酒店 B1 的脏脏鞋品牌 GGDB， 继续未完的客制化刺青鞋娱乐动新闻，送上大写的 respect 报道。